今天的海冰呢，大约是从前天开始了，一开始都是小薄冰，现在呢，这个冰面面积越来越大。今天早些时候呢，这个冰面，从岸边往海里得大约延伸了500多米。 现在这个冰还不敢太大，就是过两天天气厉害的时候，这点马这个全都冻住了。退潮的时候吧，它这个冰随这个潮水来回动。这两年现在这个养海参的不多了，就是北边红岛的地方有养这个海参的。一旦这个风冰大，把它封住了，缺氧，这个危害也挺大的。